现在陈金峰即将接受激烈舞改 Program Ten， 走去刮掉陈金峰的胡子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陈金峰先生，你要不要用舞感 Program 刮掉你的胡子看看？我不刮，拜托你，这一把刮胡刀。 真的很神奇。我不刮，胡子是我的骄傲。我想，你不愿意刮胡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每次刮完之后，皮肤会觉得刺刺的，而刺刺的，是因为你的刮胡刀片会拉扯你的胡子与皮肤。全新激烈无感 ProGlide 系列，还有更薄的刀片，不用刮。 你只要轻轻的划过去就好了，所以对你的肌肤是非常温和的。好吧，那我就请你看看这些影片，让你听听其他人是怎么说的。哇，真的很滑顺哎。 刮胡刀真的好舒服哦！我的胡子很粗，以前总是会觉得刀片跟皮肤是拉扯的，但是这个刀片却是很温和的划过皮肤。而且在日本大受欢迎，越来越多消费者挑战激烈 ProGlide 无感系列成功。我優しい、優しいです。你看看这张图表，有超过九成的人刮完胡子以后都默默的忍受疼痛。 这些人的痛苦，你就不管了吗？你可以吗？激烈 ProGlide 无感，真的是最适合你的刮胡刀啊！既然你这么坚持，好，我接受挑战。